上面，我已经共同的来欣赏的是快点快播 video， 谢谢。这个是属于德育的 solo show 爱情守则，耶！但是这个爱情守则非常的特别，新娘规定你要用 rap 的方式。老婆上菜时要赞不绝口，做事急完不得偏食挑饭，老是三必时要立即收拾，洗净碗盘不得袖手旁观，老是会厌食，要大度的人工虚心接受，不能老的只能老装老实，表人女王无力气的龙是会不懂班长断解，老是时要睡陪伴忘了数羊，不得当忘照顾老婆，只要你就自责自然黑锅，不得人家老婆当我问时要放不少的人们偷鸡摸狗。就刚谢谢你一路以来的陪伴，没有你我一定不是现在陈德玉，接下来我会很努力很努力给你最好最好的生活，我已经约定好了夏威夷，回去纽约，然后再去希腊，不过在那个之前我也跟庄文提了，我先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
在最快乐时期最年轻。